每个人也发上这个加油的旗子，欢迎我们三位请先到 photo code 的区域来接受我们摄影大哥们的洗礼。大家好，主持人好，要不要给我们加油打气一下？一定要的，是是是，大家这么用行动来证明，我们一定要支持国民。没错没错，尤其是像这样子，就是充满回忆，然后让我们看起来会很有感触的一些。一起跟大家打个招呼，一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起。嗨嗨，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电影的口碑啊？现在外面都在传呐、啊，江湖谣传，我们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非常厉害啊。我知道，我打开那个 Facebook， 全部都满满说有多好看，多好看，多好看，是不是真的哦？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，一定要多多支持佩旭。来，所有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佩旭啊。今天哦，这个九把刀，我们要讲傅盛明的一个作家，我们能够把他的创造的故事实体化，对，是不是多好的一个 idea？ 一定要来看一下，好不好？欢迎啊，戴德夫人，请站到站到。这个国片真的是需要大家支持，是，如果我们自己演艺圈的人不支持，那真的是不应该。真的，所以今天刚刚要交给主持人 Jeff 大哥，今天也带着三角部的成员来到我们的现场。这九把刀里面一定赚过关，是哈，哦，你对有信心了你啦，哦，一定票房比我们好几百倍。哦，哎呦，哇塞，这样好吗？向大家 say hello， 加油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三角。大家好，新闻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国片。没错，是。大家好。哎，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，给我们这部电影，或是加油打气一下？我想加油打气，应该已经不用了啦，因为票房现在大家已经知道了，已经创下新纪录了。是是。那像这么好看的这个电影呢，我们两个一定要来共襄盛举。是是是。看完之后，保证激情会问你说，你当年有追过几个？今天终于要看到这一部万众期待的片子了。真的，因为其实这个小说我之前就看过了，而且今天我是抱着来追星的心态。你是本来就是九把刀的书迷吗？对。哦。而且我自己有私人带了两本书，待会要请他签。所以你要来追的心就是九把刀先生啊。我觉得台湾电影是需要所有的观众来支持。没错没错，包括你在内。没错。哦，谢谢宋心迷。哇，两位长腿妹开玩笑，这么个腿美的程度不会输给少女时代。两位少妇啊。来，请开始。好的，我们非常感动，今天陈丽姐好，来两位给我们加油一下吧。哦，一定要支持那个九把刀第一次当那个导演啊，丢了。对，所以我跟你说，能从作家跨越到导演，真的是不简单。这个片，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看过预告了，是，真的是很棒，因为就是可以让我们想到我们之前年轻的时候。我们男主角柯震东的，哇，怎么那么年轻？那像姐姐吧？欢迎二位，欢迎柯把刀，陪他全裸这样子哦。那第一部戏是这个很值得纪念，值得纪念。对呀，对你们父子来讲很难忘，对不对？妈妈对儿子的表现有什么看法吗？真的很骄傲，很骄傲是吧？他竟然好多人都好喜欢他，你好卫生啊，那屁股好翘啊，哇，怎么养的哈？很厉害。好啊，你怎么不加入一起选组？拜拜。好了，谢谢坑爸坑妈，谢谢。时刻才要露脸，林志颖同学。感觉如何？今天要不要给我们加油一下？当然呢、啊，这个部电影呢，一定大家一定要来收看，而且呢，听说票房都已经相当好，但是大家一定还要再继续支持下去。没错，不能因为票房下下掉。谢谢你呢，谢谢。哦，好难得看到你哦。大家好，我是黄正明。欢迎你们今天要到啊！有什么话对大家说，或是给我们加油一下？你知道这部电影很厉害的，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会的。那我们最后呢，就请我们的偶像呢，把我们的片名总要学会吧？你跟着我们一起念好不好？好，预备起。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。起跑点上，因为他们要配合我们的跑道，来一段爱情长跑。演艺圈综艺界模范夫妻李李仁、陶晶莹，欢迎二位。可是我觉得这部电影所有的演员虽然年轻归年轻，可是我觉得调教的非常好，没错没错，都非常齐。是没错啊，还好是这样。哎，陶晶莹有没有什么祝福的话，或者加油打气一下？这部片真的很好看，我们看了都很感动。柯震东自己说看第七片还是会流眼泪，请大家多多。不管是九把刀还是幕前幕后，所有的演员太棒了，是这部电影太有爱了，没
错，充满爱的电影啊，绝对要看。前面有一些欢笑，后面也很有爱。没错，谢谢新闻局长，是非常的高兴能够到这边来参加我们这个首映会，那特别是台铁这个监制的以及我们九把刀这个导演，那很期待这部片子已经获得这么好的口碑，接下来正式上映之后，真的会有创造票房最好的佳绩。各位，就是我们这部电影最最重要的一群人马，请看他们今天的穿着，他们就把高中制服给穿出来了。包括导演也要时光倒流，回到京城高中的那个时代，一起来欢迎九把刀。那我非常开心的一个成绩单，我就要谢谢就是大家，还有我的演员，他们表现都非常非常的棒，是他们的这么厉害的表现让我的青春如此的耀眼。先赏头炮，来上去，来，真的假的？哎。我该讲什么嘞？因为好了，其实前两部电影的加持，希望两部都破亿嘛。第三场当然也不能过王多让，我尴尬，接下来是破亿破亿破亿。因为总之呢，要跟大家讲，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。就像你们平常在场的年轻人，平常在学校跟同学的打闹生活一样，完完全全都很真实的浓缩进我们这部电影里面。再加上一些令人非常感动的元素，我只能说非常好，欢迎各位。大家好，今天真的很荣幸，很高兴可以站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平常只是一个很宅的作家而已，没想到居然可以受九把刀的邀请，能够拍这部电影，非常的开心。然后而且这部电影真的非常的好看，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，如果我觉得它有三个要素，它一定会破奖。是，对，第一个是导演有爱。啊，有爱，没错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里面有神，我们有女神妍希，对。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有吉祥物，就是苍显，就是我。真的，他再就是破亿了。大家好，真的很开心看到今天有这么多人在这边，要跟我们一起就是见证一下这部戏到底有多好看。是。拍这部戏对我来讲像是一个寻梦的旅程，大家都看到了大家对梦想的坚持，然后我们也都非常热情的把这一部戏拍出来，真的就是很骄傲很骄傲有演到这一部戏。先要攻读一份这个刚才我们主持人没有告诉大家的，马总统也有一个贺电来给我们，就是这个我们整个这个片子，是说台湾索尼音乐娱乐有限公司崔执行总裁郑东、柯导演景恒、我们九把刀导演及全体与会人员共建新西在8月17日举行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电影首映会，贺电致贺，致盼借由此项盛会，其免本土新锐编导筹划优质影视剧作，丰富国片深度内涵，精进文化创意传播，共同为国家电影艺术产业与世界同步发展贡献心力，敬祝首映会圆满成功，诸位健康愉快，马英九。谢谢，谢谢总统贺电到，哇，谢谢局长，谢谢，真是太开心了。请问你手上拿的这是什么？我手上拿的这个轴子就是到目前为止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，是在目前的票房成绩，这个上映的第一集还没有开始演完的时候，是续集已经准备筹拍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要乱爆料哦。没有爆料。你现在还有钱投资吗？有很多，而且那部片片名也出来了。是什么呢？这些年我们一起追杀的男孩。喂，这感觉像恐怖片。我们是文艺片，我们请哈林哥帮我们一起好不好？拉开来哈，哈林哥、宪哥，两位，财神爷，捷报！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刷新纪录，某飞场票房冲破。快来了，重点在我这里。好奇，好奇，两。我们今天的庆功热映呢圆满成功，而在今天呢我们的场次呢7:30也要开始了，有票的朋友记得赶快进。